我应该留在重庆，不出现，然后考高中考大学。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？我就压根不想读圣女校，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。不考会死得更惨，考了还有希望呢。 我爸一直是做装潢的，然后那时候我妈好像没工作，我也不知道她在哪是工作。嗯，这个家呢更带有一种家乡的含义，但问题在于你们呢事实上是没有家乡的，严格来说，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老家待的时间更长的，有几个人？那你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在哪里读的？对。 在老家，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在哪里读的？然后两年级，不对，两年级下了半学期就到上海来上了。对，徐州催债现在有些什么印象？那时候还在复旦读研究生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就是我发现一个农民工的聚居区，然后那边有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。 男婴，彻彻底底的废墟。D
第一次过去的是四周的景象，就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小学校里面有一群孩子竟然在那边读书，啊，这个时候其实是我蛮震惊的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外来工，农民孩子在学校，小学还没有对他们开放，所以他们只能在那边读书。 我觉得农民工自己学校无法承担教育的责任，所以在06年的时候呢，发了这么一个念头，就是我要自己就是建立这么一个课外的教育中心，然后就开始了九千。恰好碰到一个志愿者，当时跟他聊起来，就是说到一部法国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，讲到就是那部电影里面一个合唱老师，他通过音乐去让一群问题青少年重新就是燃起对生活的希望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所以我们在06年初的时候呢，就建立了一个合唱队，招了36个孩子，当时把这个合唱队命名为《放牛班的孩子》。 我是1999年来上海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弟弟刚出生，来上海很多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上海出生的，或者是在上海从一年级、两年级的样子就一直在上海，所以对自己的家乡其实都不是很熟悉，包括我之前十几年都没有回家过，包括其实家乡的一些传统啊之类的都忘记了。你们觉得有改变吗？从2月28号我们第一次见面到今天，你们有没有改变？有。当时张老师那两年过得非常非常辛苦，合唱队带一群小屁孩儿，但张老师一直坚持下来。 27，27的，对，然后我应该会，已经发明了是好玩的东西，我应该已经飞起来了，所以我可以飞了。嗯，超人啊，超人啊！<笑>你应该会借助点，可以的。嗯，每年我们会搞的9000的音乐会，他们会唱歌啊、跳舞啊，然后各种乐器演奏，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呢去编成一个音乐剧，而且这个音乐剧呢，基本都是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，讲述他们的追求和梦想，他们的烦恼和困惑的。知道你们10年之后，现在。 你们去的那个什么学校？这个事情很关键，这事情关系到你们下学期在哪里读书，关系到你们下学期能不能继续在合唱队。 上海是从08年开始，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可以就是很轻松的进入到上海的公立学校。从10年开始，上海是大面积的去就是让农民工子弟可以进入到上海的中专职校，而且都全部是免费。我出生那月是八月的。哦，那就是农历。小学、初中之后，9000的孩子都是会留在上海，然后继续上中专。
因为中专其实也有很多机会啊，比如说上大专或者是工作啊之类的。然后也有一些人会选择回老家，他们的话就初中2年级的样子就要回老家，因为否则怕跟不上嘛。见着谁了？嗯？今天开心不开心？我怎么不开心？啊？在这高中不能上，你的成绩还算是可以的。回家，上高中，考大学，你不努力在这，你怎么上个中专？你上个中专？你这个发展空间就小了，有错吧？那你现在回去了，到以后回，你可以再回来。好，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十年之后的故事，然后我会根据这个东西呢，去编成一个音乐剧。十年后，我希望我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一线的质检员，我希望能够涉及到销售的工作。可能屡次被拒绝，说 no no， 然后我还是会继续一直往前。我记得那年正好我初二嘛，我爸妈就说你要考虑清楚了。就别人问我是哪人，我会说是重庆。上海是不能考高中的，然后不能考大学的，你别后悔。我说我想清楚了。挺好，能不能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咯？哎，你参加工作的也很少回来的。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做的怎么样？上手蛮快的，他就是做实验。辛不辛苦啊？12个小时，还是有点辛苦。有点辛苦，你赚钱嘞？那你打算哪个呀？想不想把人把你留下来呀？嗯，想啊。嗯，我要拿到的事情我就高兴了。你想想看，妈妈一刚开始。97年就跟这老板打工打到现在都44岁了，去年自个儿就拿了900多块钱，底薪都没有满上。所以月霞，你也要自己懂事一点，爸爸妈妈给你带出来也不容易，自己加油啊！给你养大了，成人了，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去走了。压力有点大。压力有什么大嘞？那我走了。好，那就上班去了。路上慢一点也行，好。晓得。给我打电话。那个事情不要忘记打。知道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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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会过来排练吗？对啊对啊，今天6点钟啊。这个唱歌等会儿再说，先把那个。对，先把那个人物的就说这个我现在写的这个台词呢，其实你们可以改的啊。我们今天就是主要任务，第一把第一幕的东西熟悉一下，然后第二呢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清楚一下。来的呢是一个比较世故的，比较
各种地方都吃得开的那种，因为是他是四星级宾馆的中层管理人员了啊，都知道自己要练哪几首歌了啊。你先开始唱，唱唱的感觉。对对。那首歌我轻轻唱，你妈妈的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？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创作呢？2014年突然发现了一个转折，就上海一下子把农民工子弟，不管是进入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，还进入中专、职校的门槛，突然提升了，所以就是不得不让我，包括很多九千的家长思考一个问题：是否应该继续留在上海念书？得在北京玩一玩。我知道什么往这儿走15分钟，天安门什么往那儿走。哎，等会问问他们。只有2点几公里，特别近。你坐地铁就2站路。地铁我不想坐地铁，我想直接可以到的面试地方。2010年的样子，然后张老师知道有 WC 这个学校以后，他就告诉王新月，当时他是中专2年级，然后他成功了以后，我从网站上了解 WC 的很多信念啊和一些学校的内容之后，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机会。有机场专线，多少钱？便宜就好。等我去银行存钱。好的。拜拜。你不走？我不走。拜拜。喂。我放在那边，就一套。啊。Yeah, pull the chairs out, Sabine. Come in. Come on in. Come in. Hi. The decision by the end of March, that is based on your written application, the one-on-one interview, and the activity assessment today. Okay? Whoever's ranked highest... 因为我说我要改变中国的那个，如果我是政府人员的，如果我有能力，我要改变那个户口。然后他一跟我讨论户口，讨论了好长时间。他们都是正规途径上来的，知道吧？进的都是重点高中，就说当然都一样的，大同小异。然后你知道，你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，所以这是你最大的优势。那你很关键啊，而且你肩负着后面很多人的命运。不过不要觉得有压力啊。对啊。促使今年就是我做这个音乐剧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去 UWC， 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，他会在国外受到教育，然后他们会拥有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去考虑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城市和外来者的他的一个关系问题。当所有的人排斥我的时候，你劝我忠于自己，似乎知道我有一颗软弱不安的心，容易动摇。小小家中暖暖的爱是你生活的支柱，春雨不眠辛劳的你曾空流泪的日子。他们将来可能会承担一部分去解决，或者说至少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他们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去学习思考，当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他们能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因为对于我们来说，去国外上大学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即使 UWC 它只是一个试一试的一条路，所以我是说，中专结束以后，我可能就是会选择工作，然后再可能再继续考大专或夜大之类的。至于以后的事情，还没有想太多。
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，然后也自己当时也特别想进去，因为知道他的企业文化是很好，就追求很自由，就不会像不会有一个公司给你一个感觉很小，然后会限制你很多事情，那边不会。我们是在实验室，我学的专业就是工业分析与检验嘛，然后在实验室做实验。哎，他们素质都很高，因为毕竟那个单位的员工都是经过筛选的，层层面试，因为我进去就面试了好几次嘛，也特别想进去。知道文凭很重要，有时候我会觉得跟室友也很有差距，有时候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真的会哭。我应该留在重庆读初三，然后考大学，考高中，考大学。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？乘船来的，现在长江都已经被沙子淹了，就现在轮船都没有了。就我是从那个重庆坐那个轮船7天7夜，就14年以前他们带我，可能现在我真要带着他们。这城市很美，而且。但更多的就真的会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，而是这个城市很多地方就会无形中告诉我不属于这里，会有一点感觉。如果说真要在上海的话，可能更多还是要为自己就以后的小孩子，他如果要读书，因为可能他不一定是读书的料，但是不想因为我的能力而耽误了他。像我父母就有时候会说，就会很抱歉的说，就是因为我和你爸的关系，然后不能让你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但是你自己不要放弃。然后就每次听到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其实有点哽咽。自己工作的时候频繁搬家，已经就真的会觉得自己没有家。很多时候如果回到爸妈那边，也会觉得那你好像也不像家，就因为那边就是在住在厂里提供的宿舍嘛。然后回到这边呢，然后周围住了那么多就都平时都不大见面的一些室友，然后觉得也不大像家。
洗脚，你会来吗？来不了啊。走吧走吧，你没良心的人啊！我都要出嫁了，你都不来。你要出嫁了？啊？讲讲话嘛，给我聊聊。我都要哭了，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呀。我觉得他这次会好，哎，是不是高中压力太大了？哎，这孩子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回我老家来。问题是我们老家真的没有钢琴了。沛县有。沛县在哪里啊？说明我们老家更穷哦。那我问你一个私密秘密，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你谈男朋友了吗？啊。我爸妈让我回去。不想跟他们有太多交流。从小就带着我随便跑嘛，所以该离开哪儿该去哪儿我都觉得是很正常的。讲一件在 UWC 最好玩的事情吧。可是一点几个月的话，你要需要很多时间去适应这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还有和别人打招呼啊，和别人交流的方式。然后到了波斯尼亚，我就听到吉普赛人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奇，想看吉普赛人到什么样。他们确实穿得非常的舞，就是舞彩，他们喜欢穿彩色裙子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舞会啊之类的？舞会有啊，舞会都是一般是学校会一起组织大家一起去。比如说像冬天有一个之后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。其实我收到那封信真的超级开心， UWC 发给我的邮件，但是我不敢点进去，我就让同学帮我点进去，然后啊我就很激动很激动，当时就叫起来了，真的超级激动。那节课我都没好好听，我已经把握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，然后我过去好好读书的话，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更加精彩，选择会更多，最主要是更是一个认识自我的一个机会。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这是我要准备的东西，但是我有一点不知道，就是你有足够的资金在伦敦以外的城市生活吗？人家说你有多少钱，然后证明之类的，就是关于资金这块方面。然后我要看一下我需要准备多少钱，因为你需要去银行办一个那个，要开个证明的。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带到上海来，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。我爸爸的话，当时好像是在菜场帮忙，我妈妈当时好像是帮别人做保姆。
他们很尊重我们的想法。是宾馆发的。哎，你们宾馆还不错。发两盒给沈琦一盒。给一个。超你真好，亲你真好。还有去九千，你既然想去九千，就好好学。本来正好去把你开除，我跟你讲，你别凹，你就等着开除吧你。我明天就跟郑老师不要去九千了，你不觉得很烦吗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既然选择，你就要为他负责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既然要选择来九千，你不要装，我跟你讲，你又不是听不见，你应该好好想想，知道吗？你马上就初三了，你要想你以后怎么办，无论你能不能上高中，即使你上高中，其实你也不想上，知道吧？看你整天这样逃避有什么用？你俩吃饭吗？摸那家椅子吃一半吧。你吃吗？我也不饿。你不饿你走吧。放一泡那个干嘛？那如果家里话也很贫困呀，家里哎呦，老是反正跟他奶奶老是有些生些嫌弃。因为他爸爸是高中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没学哎，上他爸都上上海吧，反正人家成绩不好的都留在那边，反正上个技校了，搁那找个班上就完了。反成绩好的基本上都回来了。哎呦，因为全都来到家，哎呦，反正又哭的跟啥样。当面他一看我心不好过，他有啥话也不跟我说。来到家就往床上一趴，那时学校的老师也瞧不起他。说你外地来的学生肯定学的一塌糊涂，说考过试的时候，哎呦，他老师都知道了，考了第一名不是吗？正好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有一个糕点店，他们需要一个糕点师傅，问网站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介绍过去工作，那我就介绍留言一下过去。这一块制作这方面，像手里这种裱花袋啊，平时都不大会去
用到。就我们店里如果说没有了行政，店可以继续运营，但如果没有了做蛋糕的他们，或许这个店一天的单子就不能接。所以那种无可替代性是我目前最希望达到的。它掉到边上去了，真的。打辆低了，打辆算。那边打不到的。我们去了。昨天晚上坐火车过来的，反正坐了一晚上，大概半个多小时，然后又坐汽车。到沛县，建桥没去吗？啊？建桥好。爸爸呢有一个期望，就希望他能够去读大学，因为他父亲呢曾经，他高考的时候就差了一点点，就没有考上大学，而这一点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吧，他就是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梦想，所以吴子轩呢从小就受这样一个压力，他所以必须要去努力的学习。我上次来，我觉得好像不管就学医科，怎么能学那么快？最公平，其实孩子高考，你毕竟孩子考呀，对吧？张老师说呢，中专上完上大专，大专上完再什么，再考本科。我说这不麻烦吗？我说直接考上大学，这样多好呢！你要不上大学就完了，你叫他干什么去？老爸又不是大老板，你不上大学，你指定最后你打工，你就完了。不好的方面下，自卫的防御能力还蛮强。一号是361次。可恶，真找有控制能力的傀儡怪物。有公司的印象，也有公司的名称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
前不久招老板，我就跟老板说，我说我的工作我没感觉没有价值，而且我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选吧，换一个环境，然后找到一份我想做的工作，然后坚持，然后做到无可替代吧。我会找工作，第一个就是你交不交社保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坚持自学考。因为我了解过他那个积分的细则里面就会有说到，如果你文凭中专的话是没有任何分数的，如果你大专可能好像有个十几分，满120分可以去申请那个人才引进。说老张，我要做志愿者，我在这边，因为我觉得这里应该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看到他们，其实有一些就是看到我以前参加九千那种身影，我当时就更加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幸运，很幸运。如果我留在河南的话，我是今天是不可能来到云南做支教的。其实我当初也是个留守儿童啊，但是就不一样，我父母把我带到上海，所以我就不是了。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如人家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就不如人家，你跟别人拼什么？你跟人家拼家庭吗？拼钱吗？拼关系吗？你什么都拼不了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要拼自己的努力。对啊，只能拼自己努力，自己的汗水，你就要多努力，对不对？像张老师帮助了我，然后我会愿意去帮助大家，你们以后也是。这个约定记住了，一定要自由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。好吧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考到上海来，比如说你想要追求这种生活，你好好学习，抓住中考、高考，然后考上大学吧。我老公就是个上海人，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想法吗？对了，你哪天婚礼？8号，因为这天是我和他第一次相遇的日子。还记得那时候不能参加高考，我一个人来到你的咖啡店发呆，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进来，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命。所以这一天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。然后他是部长，我是小干事，就常有那种桥段，就这么认识了。然后小干事在那边扫地，然后部长过来，后来就有好感，就这么样就认识了。我说你还是尽快跟你妈说我是外地的，我说你妈要是反对咱俩就崩了。后来好像他给我的反馈是说他爷爷奶奶特别喜欢。我偷了一个席子来。你要研究很长一段时间。
上海，特别是张一超给我带来很多东西，就是完全是改变了我自己，路越来越宽，然后最主要以后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自己来把握的。自己会给自己压力，这个承认有的。十年以后我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会像现在这么迷茫。出好多的提成，然后挣好多钱。十几年前是他们把我带到这边来的，我希望十年以后是我养着他们，不用他们干活。在想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因为我喜欢嘛。我有好的，比如。想法的话就弹出来了。从2001年到今天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会有回报的，你所付出的所有的东西了。每个农民工子弟都能像兰兰他们、像吴子轩他们、像燕霞他们这样去努力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上海。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。其实世界是需要通过你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你是值得信任，你是值得认可，你是值得依赖的人。Beyond. Join us for part 4, The Only Way Out.